陆地上有起重机，大海中有起重船。由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振华三十起重船是目前全球单臂起重能力最大的海上起重船，单臂能够吊起12000吨的重物，相当于60架波音747客机。全回转起吊能力7000吨，相当于可以吊起艾菲尔铁塔再旋转360度。这两项技术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设计排水量接近250000吨，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现役的航母，加满燃料甚至可以围绕地球航行一圈半。这位海上大力士不单止是建设港珠澳大桥的幕后功臣，将重6000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准确插入30米深的海底，实现1.5厘米精度对接，完成间距的沉管结合工作。振华三十更加曾经远赴韩国，为世越号沉船提供打捞支援。强者自救，胜者渡人。中国每一项超级工程背后，除了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提升，亦都为世界创新科技发展作出贡献。更深、更快、更远，科技引领未来。全新感受当代中国。